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过年行村会当到台湾买。屏东的潮州还有一个内部市集，因为疫情停办两年，今年是恢复举办，阁延长到六天，为围炉迄天一直到正月初五拢无休困，144小时每假日安尼小连锁来营业，要陪大家过新年。客家粽、手工粉圆、各菜几摆、夹包红阿鸡、好食蚵仔煎、各外国香饼，嘛真受到欢迎。单位办个么么事，潮州过年市集，这两年因为疫情停办，今年重新起，好头家当小连锁做六天的生意。因为两年的停办，所以我们今年各加了一天，所以总共是办六天，从除夕到初五的春节假日市集，哈，即将在除夕夜开始。进行就是我们小年夜要跨过除夕的这个早上就可以开始进场。人客开钱笑眯眯，头家赚钱赚到热底甜，人气嘛正旺的内埔年节市集，今年为30个到初五，共款六天，和平将世界小搞开，率领家人去铁器路的文物馆来看铁器路的文物，各种古迹大石头啊，来给大家拜年。我们做了大概五个巨型的一个大兔子啦，那时候大兔子晚上都会发光，馆内其实有很多从百年的一些文物，一些书面的资料，或者是说实际的一些文物，在我们馆内都有展出。吃饱肚饭，过当去潮州市历史广场，行村翕一下相，到暗时啊，才规排树啊，给点木刀，大家心情对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